创造101章节忘词是怎么回事？章节唱什么歌忘词了？海峡网，章节忘词是怎么回事？昨天，综艺节目创造101举办发布会，章节作为音乐导师现身发布会现场，并温柔演唱一曲，没想到突然忘词。张杰的粉丝则回应称，那一段基本都是我们演唱会现场和杰哥大合唱，这个锅我们背了，我们背了。感觉张杰的粉丝也是有爱啊，有没有？随后张杰本人发微博幽默回应称，忘词是因为唱多了。网友纷纷表示不不不不不不，继续继续发扬，演唱会继续，不用不用，忘了我们帮唱啊，好可爱啊，哈哈哈，我们张杰。张杰唱什么歌忘词了？据悉，张杰唱的是他自己的歌《我们都一样》，我们都一样歌词。推开窗，看见星星，依然守在夜空中，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。一闪一闪的光，努力把黑夜点亮，气氛如此安详。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，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。这世界那么大，我的爱只想要你懂，陪伴我无尽旅程。你知道我的梦，你知道我的痛，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。就算有再大的风，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，努力的往前飞，再累也无所谓。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，分享你我的力量，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。我想我们都一样，渴望梦想的光芒，这一路喜悦彷徨，不要轻易说失望。回到最初时光，当时的你多么坚强，那鼓励让我难忘。我们都一样是曹轩宾为张杰量身打造的歌曲，作为张杰的朋友和2008张杰闪耀星空北京演唱会的音乐总监，曹轩宾在对张杰和星星、张杰的歌迷之间一路苦乐相伴的关系了解后，产生了创作灵感，随即创作了这首歌，把张杰和歌迷之间的感情巧妙地用理智的词描写出来，这也是曹轩宾继《仰望星空》之后与张杰的又一次合作。2012年张杰出道八周年首次推出精选集，这首歌被选进精选集 One Chance 张杰新歌精选中，重新混录并送美国后期制作。